我觉得这个不像捡漏，像他妈抢劫。少爷下直播了啊。此号刚上架就被顺秒，成交价格更是惊呆众人，让老王直呼难以置信，甚至被气到要立马下播，直接估价看是否真正捡漏。这是一个109级的神木林，先算修炼技能，祥瑞和锦衣空号的底子共给4830块，先例激发的孩子给算个500，继续看装备，满段的衣服和宝珠一共给2000，3件80级羽饰套算500，10段项链再给个1500。4件零食共算2400，道具栏还带有多件装备，为曾经普陀门派时的固伤装备，老王一口价给2000。双固伤的戒指和耳饰也算个2000，其余几件再给个600。四技能全红须弥玄珠灵先算2000，蓝珠脸扇幽灵给300，最终估价为18630。谁料购买价当场看懵老王，13000的价格属实便宜。咋能13000呢？What the fuck？ 从道具栏多件装备待时间锁来看，确定不是别的号丢过来，说明全为买号带的。号主也告诉老王，取号前没有上过号，更没有动所有东西。这还不算完，老王打开仓库，又发现一套5级的固伤钟灵石。石乃赚上加赚，老王此刻也摸不着头脑。要知道老王的估价全为最低价，此号没有意外的话，确实属于捡漏。